苹果的并购部门主管私下密会了特斯拉高层，这让苹果跨足电动车市场的传言再度浮上台面。法人认为，苹果最近跨足了医疗、车用领域，相当积极，可能是为了要摆脱既定的获利模式，来借此提升营运动能。周边厂商也乐见苹果现在为了要寻找火种源，也可以带动周边厂商的业绩点火。